朋友们啊，今天我们来看幼蜂桶。来，这个桶的已经来了蜜蜂，今天我们要把它收回去。收回去过后，那我们又要，我们今天也带了另外带了一个幼蜂桶，已经涂好蜂蜡的，像里面已经滴过蜂蜡了。然后我们把这窝蜂收过后，我们又要把这个桶放在这个位置，因为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幼蜂的风水宝地。这样放置的幼蜂桶置换过后，同样的滴上我们的中蜂老皮蜡，然后这个蜜蜂很容易找到这个位置，因为这个位置是风水宝地，蜜蜂经常来这个地方光顾，说明我们找的这个位置非常的好。现在我们马上把这群蜂给它收了。然后继续把这个幼蜂桶放在我们刚才收走的蜡窝蜂的这个位置，然后把这底下的缝隙我们用泥土给它塞住。如果你有条件的话，底下放一张塑料纸，这样防止那个泥土里面的那个湿气上到那个幼蜂桶里面来。接下来我们上面压一颗石头，这然后继续搞一点石头啊、树叶啊，把这边遮起来，这样防止太阳的暴晒，在夏天的时候温度是非常高的。我的这个方法对你有效果的话，对你有用的话，点点红心，加个关注，找蜂幼蜂不迷路。